发现者 HI 系列带角度仪带测距轮，现在进行测距轮使用的一个演示。大家看啊，远处的墙上我们放了个杯子，我们已知这个杯子的高度是10厘米，现在我们通过瞄准镜对它进行一个高度的估测。我们现在通过瞄准镜里看到这个杯子在瞄准镜里对应风化的高度是4。好，现在我们用角度轮对它进行一个换算。我们先找到对应的数值是4，然后呢将4对应到0.1，0.1 这一行这一系列呢就代表了是物体的高度，0.1就是代表了10厘米。好，现在呢我们看数字10对应的这个距离，数字10对应的这个距离呢就是物体的距跟我们对相侧的距离啊，10米，这里是10米起，这里就是代表15米，然后这里代表是20米，20米看10对应的在23米左右，21 22 23左右啊。现在我们用测距仪看一下这个东西的离我们的距离，24米。